HBL 预赛开打，王牌对决高院赢南湖。11月最青春热血的 HBL 球场，温度比场外的阳光还烧。男子组16强预赛昨天开打，绿色球衣的高院工商靠阵中的7号王牌田浩，18投10中的高命中率，攻下全场最高的27分9篮板，还有6超截3助攻。南湖只靠简廷照21分独撑，高院击败南湖高中顺利开湖，在 D 组抢下首胜。紫色球衣的厚重高中则是继续写下传奇，6分击败传统劲旅3名家商。白色球衣的能人家商以19分轻取宜兰高中，严俊吉3分球8投7中，轰下27分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